面前这棵石斛兰，现在是乱七八糟的，今天要来处理一下。接下来就分享以下内容。这是一棵喇叭石斛，开完花以后也就没有理它。它呀，前前后后长了许多的高芽和侧芽。但是有的高芽和侧芽就这样子干枯了，本来长得长长的，然后它的叶子就软掉了、干掉了。你看这个高芽，之前开了一朵花，谢掉了，感觉它就是像小朋友玩一下吧。哎，结果这里又开了一朵花出来，很调皮哈。还有啊，高芽在什么时候摘呢？高芽就是跟着数量至少要两三条。根的长度要两三寸就可以跟它摘下来。目前这一棵有的高芽达到了这个标准，有的没有达到。但是这一棵石斛兰的老杆子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上面半截的老杆子都变得干瘪干缩了。如果继续下去，老杆子也没有用了，高芽的营养也不够。所以干脆就把所有的高芽取下来，侧芽分下来，整理一下，重新种。那这些高芽和侧芽为什么会干掉呢？那是因为之前我把它放在光线不是很强的地方，做不到光合作用，就会倒伏。本来石斛兰需要的光照比蝴蝶兰需要的光照强。之前我是把它跟蝴蝶兰放在一起的，就是光线比较差的地方，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后来呀，我就把它移到了窗户边，现在的侧芽和高芽都长得非常健康。接下来拆高芽和侧芽。之前跟大家分享拆高芽的时候。那是用拧的方法从老杆子上面拧下来，通常那种方法是用在秋石斛的身上，而面前这棵是春石斛。春石斛开完花的老杆子，除了长高芽以外，它几乎没有别的用了。再加上这个老杆子已经消耗营养，变得这么干瘪。有充分的理由把老杆子剪掉，不过呢，留一节老杆子在上面，继续提供一些营养。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木板钻孔。我第一次用这个家伙，不知道我会不会用哈。我装了老半天才把这个钻头装上去，试一下。哎呀，怎么转不动呢？没有动静。算了，我还是用我的土方法吧。先把这个木板烧一下。烧的时候小心，不要烫到手了。用个钳子钳住，然后等木板凉了以后，我就用铁签签烧红了，钻了两个孔。Because you're trying things, and they just want you to settle and do the
这就上好了，但是两边有两条老杆子伸出来，我是不想把它放在中间，我也没有把它剪掉，让它提供一下营养，看看它能不能够在旁边长芽，如果长不出来，方便我把它剪掉。另外这些老杆子把它往玻璃杯里面一放，然后加点水，看它能长芽就长芽吧，不能长芽就扔掉。已经很干扁了，估计可能是长不出来的了。我是养在室内的，在上班的前段时间我会怎么照顾它呢？其实非常简单的，今天不浇水，为什么呢？因为原本的水苔是我洗过的，润润的。还有就是今天有伤口，等它在水苔干了，伤口一合了，再把它浇湿，然后就见干见湿，是不是很简单呢？那以后又怎么照顾它呢？当然以后也就见干见湿了。如果施肥的话，要等它开始长的时候，就可以循序渐进的施肥，可以跟它以喷雾的方式喷肥料水，也可以用肥料水把水苔跟它淋湿。一开始不能拿去晒太阳，最好是放在散碎光比较好又通风的地方，等它开始长的时候就可以让它晒一晒太阳了，但是不能暴晒哦，因为夏天的太阳很毒。这个板的质地是松木板，价格5块钱港币一个，我是在家品店买的。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了将这颗喇叭石斛的乍乱无章的芽分下来剪下来上板的过程。好吧，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